首叫做 Kikus 早餐日记。我现在哦，睡之前三点钟我都不敢吃东西哦，要不然你如果三小时之前吃的话，那个胃食道逆流起来，你就要一直喉咙一直痒一直痒。然后我就发现三小时之前都不要吃东西，或者是不要被呛到，呛到的话你也就叫扫给尿给，你就不离辣椒了。刚刚炖了一下，刚刚炖了一下，听到。那个猪肉松饼。好。啊，单点猪肉松饼，啊，搁一种迄、那个，猪肉满福宝要加蛋。好。啊，搁另外迄种猪肉蛋堡的哦。一个吗？猪肉蛋堡一个。哎，安尼。柠檬三分券呢？对。189。好，谢谢。好。189，这就叫做不离拉去。哎。今天载具要吗？迄、那个发票得。好。好来。谢谢。礼物。我讲大概哦，看到因咧早顿，我拢感觉。走活力的，每天早上看到你们，我拢感觉走活力的。啊，你们就早起来，五点就起来啊。对啊，足辛苦的，很辛苦，真的。谢谢你也是。我袂困，我看你做罪恶感的啊。系啊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！迷路，五点就起床的，中哦。稍等一下。好 ，OK。上早班的那个人员哦，我拢感觉好人，感觉生活上做干净。昨天忙到下午快四点才睡哦，啊，今天忙到大概可能要七点，够吵的哦。这就叫做白龙雪早餐之那个啥，看到年轻活力的那个啥，不离啊腊秋的妹啊，我感觉你也想要五点起床，差不多来这六点上班嘛，平常就很早睡。所以叫我就是人生胜利组。先把车关掉好了，来和我享受一下麦当劳的时光。我大概买的话就是中岛卡逊话做中岛等，啊不然赶快买起来出门哦，找工作哦，拍一些那个啥同学们爱看的。刚才有人讲哦，出路自己找，你知道？我你看，怎么这学生啊，学生啊，这早起来，学生啊，这早起来，真正一种不了啦。哦，谢谢哈、我看到你们很早起，就觉得很有活力耶。哎呀，你们拢做早就困的哦？很早就睡了、大概中午吧。中午睡啊？你不是？没有，我是上大夜嘛。哦。我也是啦，赶快啦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终于遇到一个大夜班同行啦。好了，祝各位有个美好的早晨。